隔了一年，我们又来屋顶音乐节，然后这一次我们为了一个更好的明天，然后一起在这边演唱。那其实我们希望大家听听，就是等一下也许听我们的歌的时候，也可以不要一直站着。就是其实今天有，今天虽然是一个免费的演出，但是在我们的现场有四个摊位，就在你们的右手边。那，其实是还蛮鼓励，其实我很鼓励大家可以，乐捐，自由乐捐。那也许如果你可能是学生，然后剩下一些钱的话，也许就只是把身上的零钱拿出来，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大的力量。我们今天有这么多人，然后你看是一个人有一块钱，十个人就有十块钱，类似的。我的数学不太好，但是我觉得其实我们大家都是有关联的，我们大家都是连接在一起的，还有包含整个不管是城市然后整个世界，其实我觉得我们彼此之间都有很深厚的关系。那我觉得今天大家可以就在这边一起听歌唱歌也是一种缘分吧。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好好的为我们要怎么拥有更好的明天，然后一起好好的思考跟一起想一想。